多多的名字就是个品牌，没有必要改了啊，来吧，看一下真正的装备的属性吧。现在的属性的话是5555的气血，然后1910的防御，换成新的装备1819，6666。感谢月月的魔兽要诀啊，6666，2120。这就是东海渊的天花板了，梦幻西游应该不会有第二个东海渊有这么强了，因为想玩东海渊的他就直接玩了，必须得是以前的那些大佬直接玩东海渊啊，不用买装备，可以把给别的号的装备直接套的，专门为东海渊拿一个这样的装备是不值得的啊，所以说也就只有现成的几个老板有条件能完成这样的东海渊。月月五红啊，谢谢月月，辅助技能满强身满冥想满强壮，神速正在点了啊，这个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技能基本全满了，法宝没有，神器没有，坐骑的话2.3433啊，他已经弄好了一个两个啊，他把两个坐骑成长弄满，其实一般的任务号弄一个就可以了啊，他是一个魔一个体，细节非常的完美，咱们换成体坐骑，哎呦，气血7261了啊，灵力1978也完全够用啊。